呢只腳升嘅同時退，拉闊你嘅髋關節，退退，人保持直，唔好往咗前。嚟到呢度之後，壓轉 shoot， 明唔明白？好，大家好，又是我 coach 灰啦。今日呢、想教大家呢怎样去训练返我哋成日讲压弹压弹压弹，究竟係怎样压怎样弹呢？压弹你成日会听到好多喺、留言啦或者 comment 嗰度都会留咗，就係话係曲宽 ,ok, 即係臀部肌肉。我哋今日呢会教大家怎样训练呢个臀部肌肉嘅。因为其实呢喺我球员年代，就算我断咗第一隻脚，我都未識用到我的臀部肌肉嘅，要经过第一阶段唤醒和训练之后，你才可以令到你的臀部肌肉的力量可以施展到出来嘅。咁如果我哋训练好臀部肌肉之后，无论你的急停啦、弹跳啦、对抗性、稳定性都会大大增强嘅。另外今日特别啲啦 ，NBA 嘅合作伙伴 HyperRise 咧，咁香港嘅代理就提供咗四件 product 俾我哋去测试嘅。咁我哋可以做完教学片之后，亦都教大家点样用一啲最新嘅科技产品啦，去令到可以达到我哋放松翻我哋身体。好啦，首先讲压弹先，好多人到而家都唔系话好用到压嘅。压系一个主动往下嘅力量，往下压。其实平时咧，我哋跳咧，我哋好想向上跳，但系落嗰下你唔系用力落嘅，一般都系放松只脚，然后发力跳。其实往下嘅力量就系压，然后弹，成日讲弹，弹就系用脚腕嘅筋，若脚腕嘅筋，你可以大家一齐试一下咁样嘅。OK， 一、二、三，锄头脚向前，锄头脚向前。当你压的时候，就其实会变成锄头脚，然后用你的脚腕弹起，哇，是 perfect 的 timing。是啊，压弹压弹，就跟跳有很大不同的差异的。跳呢一般就是重心往前，重心往前大比力跳。压咧就系核心往下压，然后利用脚腕嘅筋弹翻上嚟。同我之前课程入边讲过，我哋控制筋、脚腕，你弹嘅时候你大髀都会发力嘅，只不过你要控制嘅系你嘅脚腕发力，而唔系控制大髀发力。呢个就系压弹。压弹你会见到咧，力量系更垂直嘅，你就唔会好似跳咁样咧，会有轻微往前，因为你跳呢下咧。一般重心都会往前嘅，咁我哋点样训练到压呢？嗱，就系嗱，首先一个摆个波底度，另外一个喺个波顶度，然后往下压，系啦，压嘅时候咧，你会发现咧，你系呢度用紧力嘅，哇，好硬喎，好劲啊，好似你另外一个咧就同佢斗力，就往上升起，嗱，喺升起个人，你可以睇到我脚踭咧系直接升起咗嘅 ，OK， 然后一齐数20秒，二、三。四嗱，數到20，你就 feel 到壓嗰個力量。第二，你可以直接咧喺呢個練習入邊練埋壓彈嘅，擺隻手落去壓低壓，然後你用腳腕彈，我都會壓低嘅，壓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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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呢個亦都係令你最快去 feel 到咩係壓彈嘅力量。記住，你唔好諗住用手借力。咁样揿自己上去，唔系咁。记住，我哋系一齐压弹，脚腕弹起，压弹，脚腕弹起。你要记住，你要将自己变成一条弹弓。好啦，咁我哋开始咧，今日第一个臀部嘅肌肉训练。咁第一 part 咧，我哋会做一个臀部嘅环移训练。咁可以咧，首先唤醒到你嘅臀部肌肉发力嘅感觉。首先，冇波嘅球员往前跑，跑到去底线，冲到埋去，压后转身，压停，停嘅，向翻佢，然后跑向你队友喺罚球线嘅位置，即系雪糕筒呢度。
核心下壓接波，在這裡開始你要核心壓低的了，壓低然後我們就好像雙撲手一樣升起隻腳，升起隻腳，但記住不要伸直了，我們是升退，這隻腳升的同時退，拉闊你的髋關節，退退，人保持直，不要往了前，人保持直，升起退退，每一下都用臀部升起。好了，去到罚球线中间的时候，我们做一个压转步，不是跳，是压转转压转，我们做一次转180度而已。记住它跟跳的有什么分别呢？压转是不会伸直脚的，伸直脚是跳，压转不会伸直脚的，压转明白。好了，来到这里之后压转 shoot，明明白。好啦，我咁辛苦示范完到阿豪哥做啦，阿豪哥 ，ready go， 压转，系啦 ，good。嗱，你记住转嘅时候咧，如果初学者要学转步咧，记住你可以用手带动，其实唔系手系踭带动。当你做熟咗之后，你系用核心带动，唔使用手，就咁用转转转转转压住转嘅，明唔明白 ？go。转 good， 波压双扑手升起 good， 升起的同时推，尽量用脚踭控制，你会更加用到你臀部肌肉。压转压转转，系啦，弹唔起啊嗰下 ，feel 唔 feel 到？但系都入嘅 ，OK 嘅。嗱，我哋呢度咧一般咧，你要射入十个波。阿豪嚟多次，转 good go， 波压升起。雙撲手升起，係啦，升起可以斜過嚟呢邊嘅，直情係斜過嚟呢邊都得嘅，係啦，升起推推，腳踭控制，腳踭控制，腳踭控制，壓轉 ，good， 哎呀，俾佢兩球入曬添 ，good job。嗱，呢個係我哋今日第一個臀部環移練習，明白？記住你要入，如果你每邊入十球咧，你嘅臀部肌肉咧基本上會嗌醒咗佢啦。因為佢都幾攰下嘅。好啦，當你有臀部肌肉之後，你會有嗰個發力感覺，你會變成點呢？你壓嘅時候，呢度就會提供更多嘅力量，令你往上，你就會冇咁鬆弛。第二樣嘢就係當你長時間做 keep 住抹闊個臀部嘅話咧，你嘅外八字亦都會有唔錯嘅改善嘅。其實冇咁外反，亦都會減少到你比賽時候受傷嘅機會。因為你外反嘅時候，你落咧，你會對你內側嘅膝蓋咧係會比較更大嘅壓力，而且你側切步嘅力量都會大大減弱嘅。所以我哋記住，我哋盡量訓練好我哋嘅臀部肌肉，好緊要嘅。其實當你訓練好嘅時候，你射波會輕鬆好多。射球三分啦，係 good shot， 因為佢。會令到你腳力的傳遞更有效，因為你個人沒有鬆弛，力量不會停在這裡，因為你可以這裡有力量令你下壓，身體更加直，力量傳遞更高，所以你沒有需要大力了，但是球會自然飛遠了。好了，第二個練習，一個臀部 C 型的臀部練習 C， OK， 來怎樣做啊？首先呢，我們要將我們的臀部抹闊只腳往後翹起，係啦，你要盡量將你嘅臀部向上翹嘅，係啦，嗱，你可以摸自己嘅盤骨呢一度，盤骨
打橫呢度脊骨尾就係我哋嘅下腰部，有時腰痛就係呢個位噶啦。如果你有個隊友提你嘅，你可以輕輕拍住呢一個下腰部嘅末端，然後喺呢個位置往前將你嘅臀部往前推，前推，前推，係啦 ，good good。點解叫 C 型就係咁樣啦？你前推之後咧，你會 keep 到呢度係一個 C 型嘅。嗱，我冇摸佢臀部噶。OK， 然後臀部繼續往前推，繼續往前推，繼續往前推，推到個人直翻。因為好多人會咁樣前推完咧，會企起身嘅。我哋唔係企起身，往後翹，前推，前推。前推，前推，前推到尾，呢度硬过石头嘅要。以前我做伏健嘅时候咧，个波会摆地下，压掂到个波，然后开始前推，一路上嚟。OK。但係呢個係好難嘅，如果去到咁低嘅話，今日我哋先做呢個 level， 攞住個波壓，雙手掂到大髀，臀部往後翹，脊骨尾往前推，升上嚟，升到盡，然後左腳為重心腳壓射波，啊炒咗，我哋要入十球壓前推壓。OK， 當你練熟咗呢個動作，其實有時你腰好痛，呢個動作亦都可以幫你拉到下腰入面好深嘅筋，令到佢冇咁痛嘅。即係有時成日呢度腰痛，即係我都會腰痛。所以呢個動作，我建議你咧每日最少做30次。咁我哋啱啱提過啦，我哋今日 Hyper Rise 咧就提供咗幾件 product 咧，可以幫我哋咧去做 recover 嘅。首先我哋講一講啦 ，HyperRise 嘅香港代理公司聯動科技 MicroWorks 咧，就喺2021年8月咧，啱啱正式咗成為一個 HyperRise 嘅香港代理啦。咁而家咧，佢哋嘅產品咧，除咗我哋 NBA 球員成日會喺比賽嘅時候都會用嘅筋膜槍啦，仲會有例如一啲放鬆肌肉嘅按摩球。咁啊，亦都會有好似例如呢一個膝頭哥發熱同埋有震動效果嘅一個按摩器 Phantom 嘅。OK， 咁我哋而家試下點樣放鬆我哋嘅臀部先。有時打完波咧，呢啲位咧會比較攰嘅。你首先你可以試下先。同一般按摩球最好嘅一樣嘢就係咩咧？佢仲會有埋震動嘅。佢會有三個唔同嘅震動。咁我哋試下中級先嗱。咁你要揸住撳住佢，然後坐落去。係啦，係啦。咁就更加方便啦。咁你而家你就係咧咁樣挨住咧，佢就會直接震到嗰嚿肌肉啦。按摩嘅時候、拉筋嘅時候都係吸氣吸到個腹脹嘅，好似瞓覺咁，好慢咁呼。其實痛同呼氣先係真正令到你嘅筋同肌肉放鬆嘅，爽唔爽？爽嘅係咪 ？OK， 咁你咧呢個波咧，其實如果以我哋打籃球計咧，除咗呢度啦，呢度一定要用呢、這個其實我覺得呢度大腿嘅外側你都可以瞓上去嘅，不過就好痛㗎啦。嗱，另外啦，呢個波仲有一個好緊要嘅地方是一定要按到的，就是足底了。其實有很多人經常都說我們足底很很緊，扯到很痛，那些是足底筋膜炎。那我們怎樣鬆個足底呢？其實你可以踩這些按摩球的，那它加上震它放鬆的效果會更加好的。其實你坐在那裡一路看電視一路踩住它就會放鬆到足底，飛不飛到正啊，是鬆很多的。其實你 Achilles 會拉傷的時候，其實都是因為足底有時太緊，每次打完球都留回最少10至15分鐘放鬆你的足底，然後你可以呢找加上找隻腳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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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的，就是不停在那裡放鬆腳踭，還有腳踭，是的，腳踭位，腳踭位都很重要的，找下找下。我自己咧，即係可能翻到屋企嘅時候咧，都會用咧呢一個 Phantom 啦，就係一個發熱同埋會震動嘅一個護膝。嗱，你見到呢個有個發熱裝置啦，咁呢度咧就係整塊咧就係會有發熱同震嘅地方嚟嘅。
咁咧，你就係好似戴護膝咁樣戴咗上去之後，你就開著佢之後咧，有三個唔同嘅温度同埋三個唔同嘅震度俾你選擇嘅。咁其實呢個咧又係你啊翻到屋企，可能你睇下 YouTube 啊，睇電視嘅時候，睇下 Mirror 嘅時候，你咪順便放鬆埋只腳咯。因為我本身係咁啊嘛，因為好舒服嘅呢、這個，這個真心講係放鬆得幾緊要。咁佢除咗呢個護膝型啦，佢可以幫你護到膝頭哥啦。佢另外咧，其實呢個咧可以包落個腳腕度嘅，即係我自己有時以前拗柴拗得太緊要咧，我都會包落個腳腕度去放鬆嘅，其實都非常舒服嘅。咁啱我哋教咗大家點樣用 Hyperrise 嘅 product 咧去放鬆翻你嘅肌肉嘅。咁我哋香港代理 Michael Wells 咧，佢都會為咗慶祝啦，啱啱代理到 Hyperrise 咧，咁會嚟緊呢一個月入邊咧，咁佢會喺佢嘅online store 入邊咧係會做緊九折優惠嘅，只需要咧輸入呢個優惠碼 Coach 灰。咁你就可以享有九折嘅優惠啦，同埋免費送貨服務嘅。因為只要滿300蚊就會送貨啦，其實冇嘢平過300蚊。咁大家可以喺簡介入面咧，可以去呢個 Michael Wells 嘅 online store 入面訂購嘅。記住打 code FOY 會有九折優惠嘅。咁我哋下次咧仲會介紹另外兩件嘅 product 係點樣熱身。同埋 recovery leg system 好緊要啊，我覺得嗰個係最緊要嘅。而家 NBA 最多人用嗰個嘢嘅。咁好。下集見，完。